老师，这个46节这个 red 讲一下呗，red，red，哪一个字黑 red the land of the rest 就 red。？Rid，OK，Rid 这个字可以，我们学过 get rid of，对不对？我们学过一个习语，它可以做名词，它还可以做动词。OK，所以我们说，比如说这个 rid，我们有一个习语是 get rid of，这个有没有学过？get rid of。摆脱，摆脱，你把你桌上这些全给我清掉，垃圾 get rid of。你最好是摆脱你这些所有坏习惯 get rid of。你把你桌上的这些公文全给我都给我拿掉 get rid of，right？所以这个 rid 这个字，OK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它可以做名词，它可以做动词用。这个地方这个经文的话，我们讲的是它的动词的用法。OK，免除了什么东西？OK，啊，这个是讲的是这个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翻译，he rid of he rid，我看一下。所以 he rid the land of the rest of the male shrine prostitutes。he rid 他把这后面的东西整个免除掉了，摆脱了。后面就是什么？The land of the rest of the male shrine prostitute，所有剩下在他国家里面的这些啊娈童，这些男的男妓提供这方面服务的这些东西，他这些东西都把它去除掉了。He rid 就是没有了，拔除了。OK，那这些东西原来是这些male prostitute 原来是怎么样？remain there 就一直保留在那里。甚至从他父亲开始统治开始就一直有，他爸爸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，他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 Jehoshaphat 这个是他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绩啊，因为。